烛之舞退秦师。左传。晋侯秦伯为政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贰于楚也。晋军韩陵，秦军犯南。易之狐言于郑伯曰：“国危矣，若使烛之舞见秦军，师必退。”公从之。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，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王子亦有不利焉。”许之，夜坠而出。见秦伯曰：“秦晋为政，政既之亡矣。若亡政而有益于君，甘以繁殖事。越国以彼远，君知其难也。焉用王政以培陵，陵之后君之薄也。若舍政以为东道主，行礼之往来，攻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。且君常为晋军肆矣，许君交辖，招妓而戏射板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晋何晏之有？既东风正，又遇四齐西风，若不缺秦，将焉取之？缺秦以利晋，为君图之。”秦伯曰：“与郑人盟，使其子彭孙杨孙庶之，乃还。子犯请及之。”公曰：“不可，为夫人之利不及此，因人之利而避之，不仁，失其所与，不治，以乱易整，不武，无其还也。”亦去之。